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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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放掌。稍微大一点点。好，我们继续讲天台小止观212页。这一段论文是讲这个雀魔的方法啊，看那个小字这个释文里面啊，此名雀魔之方法，上来即发魔事。若不切之，则为彼所扰乱、惑乱。就上面就讲说，已经既然已经佛那魔事发起了啊，那如果不切，切就是把它切就是退。如果不把它弄跑的话啊，就会被他所惑跟乱，惑就是迷惑。乱就是恼乱，啊，雀法有二，有两种这个退魔的方法，啊，第一个就是修止雀之，修止退魔，为凡见外来一切为顺诸魔境界，悉知其虚狂不实，就是说，凡就只要是啊，总说了啊。只要是见到外来的一切的为顺，不管是为就是令你不欢喜的，顺就是令你欢喜的，这种种的境界，这诸魔境界啊，悉知其虚狂不实，你都应该要知道，他这个都是骗人的，不实在的啊，好像变戏法一样啊。心中不生忧怖，亦不生取舍，啊，因为知道他这个是虚狂不实的，是假的，所以你的心里面呢，就不要生出忧怖，也就不会了，啊，应该就不会生出忧怖、忧虑、恐怖，啊，亦不生取舍，啊，心里面也不想要取那个境界，也不想要去舍那个境界。也就是说，你心止定而不受它影响啊，所以自心不动啊，那其魔自破啊，但其心即然，魔自消灭矣。如果你习心即然啊，你的心习都不动，习心就是不动啊啊，很极静。这魔自然就消灭了啊！我们佛法里面所谓的破魔哈，破魔的意思啊，佛法里面破魔啊，就是指不为所动，不为所动，或是手心不动，就是不管他变什么花招，你都不理他，都不被他动摇，这叫做破魔。那为什么叫破呢？因为不令得逞，就是因为你守着你的心不为所动啊，所以他的诡计啊就不能得逞。那如果他诡计不能得逞，他就是失败了，对吧？他失败了，就也就是破了他的诡计，这样的。所以既然他不能得逞，他就会离开了，这样的。就好像怎么样呢？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诈骗集团不是很多吗？那如果你碰到诈骗集团的，你不被他骗，那就是等于破了他，这样的话，所以你不被他骗，然后但是你也不是要跟他斗，你知道？所以这个破魔，佛法里面的破魔不是跟魔斗，
你知道，啊，那只要你守着你的定力，你不被它动摇，啊，所以你守着你的定力，然后你觉知这个觉知本身，所以这不为所动哈，虽然说是不为所动，但是这里面就包含了定慧二法，这里面就有定有慧了，有定有慧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觉知模式就是有慧，因为你觉知，所以你能够守着心不动，这就是定啊，所以这不容易啊，所以因为你有慧，看透他的计谋，看透他的诡计，这就是慧，这就是有佛慧，有佛慧，所以才能看透这个诸魔的计谋诡计，那因为看透了，所以你才能够守心不动啊。你如果没有看透，你就会被他耍了，就被他的诡计耍了，然后你就被他牵着走，那就不能说不动，那非动不可。这个动，动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魔的诡计就是要引你动这个贪爱执取的心，引你贪爱，变换出种种的境界，引你去贪爱。那你一贪爱，心一动的话，你就会想要去执取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正好就堕到他的垢中。所以，然后，那所以他那些贪爱是什么呢？就是主要是名心利欲。还有财色，名心利欲，财色。那这个名是抽象的啊、哦哦，是抽象的，不只是名而已，它包括一切抽象的利益，都叫做名。那利欲呢，是具象的、具体的利益，钱财啊等等啊，啊、哦，那这个名。包括抽象的一切的，像，位、权、势，啊、哦，这个名就包括名、位、权、势，这一切都是名，都抽象的啊、哦，所以他就换作种种境界，让你去贪爱、执取，啊、哦，那你如果没有看破他的那个诡计，就上了当，就好像。诈骗集团金光党一样啊，哎，人怎么会受了诈骗集团或金光党的伤的当呢？都是贪嘛，他就利用你的弱点就是贪，人心都是贪，啊、哦，那你如果贪他的钱，那贪他的这个便宜啊，然后就会上他的当啊、哦，那这个魔。的这个手段呢，也就跟那个金光党的那个手段是差不多的，几乎是一样。所以第一个你要看透，第二个你要不动，不为其所动，不想要贪他的，这样他就没搞头啊。可是，世间的金光党啊是比较容易破了，但是。这个、魔的境界就比较难了，哎，它变的那种境界就比较复杂，比较大，哎，来自于变现种种的什么这个天宫啊，哎，这个佛的境界啊，来自于化成佛菩萨啊等等，来自于美女啊，啊、哦，种种境界实在是很难抗拒，啊。所以，所以就必须要这个觉知，不为其所动，这样魔就破了，而不是真正的，不是真正什么跟他斗法，这样的。好，此名却魔之方法，上来即发魔事，若不却之，则为彼所惑乱。这却的方法就第一个就是修止啊。就凡见一切外来的一切为顺诸魔境界，
悉知其虚狂不实，心中不生忧怖，亦不生取舍，那么你的心就寂然啊，习心寂然，这个魔就自然就消灭了。如智者大师修观于天台华顶，这魔王变化成这个他的亲戚眷属，乃至于亲爱父母，皆来其前啊。那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。这你看到你的父母来了，你不会很欢喜吗？你不会很惊讶吗？这哎呀妈你来了，完了，是吧？那所以啊，大师知道是魔镜啊，思维生念实相，安心空寂，了达一切皆是幻化，本无所见啊。所以这就是深入的智慧般若，然后定力也深厚啊。所以未己就是没有多久啊，未就是没有，己就是很久的意思，就没有很久啊，这个魔就退灭了。此群以子之功夫，却诸魔罗啊。二者修观，若用子不去，即当反观能见之心，谁为能见，谁为所见，不见有所之相啊。如果修止他这个魔还不去啊，就应该要修观了。那么当反观自己能见之心啊，然后就观察说谁为能见，什么是能见啊，那什么是所见，这样子的观想之后呢，就不见有这个所之相，这个所哈，上面加一个能，不见有能所之相，落掉了啊。所以不见有能见所见之相，内外觅求不了不可得，彼何所恼啊？就是。也没有能见，也没有所见，那他要没有能见之心，也没有所见之相，那他要恼什么呢？啊，彼就是指魔了啊，魔要恼什么呢？如是观时，寻当灭谢。这个寻也是不久的意思啊，就不久啊，他就会灭去了。此数据宜加注意，是为破魔之最良方法。若再迟迟不去，应当正其心，成其意，了知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我，不生一念恐怖畏惧畏之想，且不惜屈命，正念不动，了达邪正，怀抱淡然啊。知魔界如佛界如，一如无二如，为平等一相，不以魔为器，佛为心啊。好，看这里好了啊。若再迟迟不去，应该就正心诚意啊，而了知四大本空，地水火风，就四大本空，无蕴非我啊，那无蕴非是我所啊，那这。非我，你再加个我所，非我所啊。那因为自心本性才是真正的我，这无蕴是幻我假我了啊，所以不是真正的我。不生一念恐怖畏惧的想法，而且不惜屈命啊，这。屈就是身了，身屈啊，不惜这个身屈跟命啊，正念不动，守着正念，心不动摇啊，了达邪正，了达什么是邪法，什么是正法啊？那
怀抱淡然，怀抱就是心里面所想，就怀抱了啊，心中所想这个淡然啊，淡然处之，淡然对付一切啊，也就是说淡然就是不热衷啊，这个中医有这样写的，不热衷，所以淡然处之。知魔界如，如下面打一个顿号，魔界如，佛界如，一如无二如。你把这个魔界如的魔上面加个引号，魔界如，佛界如，一如无二如，这是楞严经的话。就是说魔界如呢，如就是真如，佛界呢也是真如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魔虽然魔的境界，这个界是境界，魔的境界虽然现在现出来是很可怖畏，而且很可恶啊啊，但是它究竟而言呢，它的本体也是真如，因为魔也是众生，一切众生都有真如本性。那他不管他外面所造的一切事情是怎么样，他所依的还是那个真如本体啊。那佛呢，这个修一切法得一切智，那他所依的呢还是真如本体。所以究竟而言呢，佛是真如本体，魔的最究竟的还也是真如本体。所以佛的境界以这个法来讲是真如的境界，那魔的境界呢，以究竟来讲，它所依也是真如本性，依真如本性而起啊，因为这个真如能起一切法啊。那所以这个如呢，这个魔界的如跟佛界的如是只有一种，真如只有一种，所以没有两种，所以叫做一如无二如啊。乃至于不说佛魔界啦，所以一切众生界啊，六道众生也都皆有真如本性，这样也因为这样，所以皆众生皆能够作佛啊，众生皆能究竟能成佛，所以佛才要那么辛苦来度众生嘛。为平等一相，所以这个真如的相呢是究竟平等的啊，所以是一相而且平等啊。不以魔为器，那以佛为心啊。这个魔是啊，魔你就写一个现字好了，出现的现啊，以魔现为器，以佛现为心。也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，如果真正有魔出现了，你也不要难过，这气就是忧气难过。那如果你修了有佛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也不要太高兴啊，也不要起高兴的心，搞不好那个佛是魔现的，魔出现的啊。那而那个魔呢，很可能是这个佛菩萨视线来试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或者是甚至于护法诸天出现来试你啊，考试了。那所以这个魔出现的时候，你也不用难过啊。所以你若看楞严经，你就知道这个魔，这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大自在天是天王，对不对？那么以密教来看啊，来不只是密教，贤教也是一样，大自在天是天王，而且是佛法的护法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又是魔，他是欲界的魔。这是，而且他就是
欲界的魔，那怎么回事呢？所以我说嘛，他到底是护法还是魔，那是看人。怎么回事？假如你这个很如法、很努力精进的修的话，它就是护法；假如你乱搞的话，它就变成魔。干嘛？他不要让乱七八糟、破铜烂铁的人都修好，他要让你过不去。为什么？就好像这个当兵的时候有这个震撼教练，有没有做过？有没有当过兵？啊，因为大部分人都没当过兵，这个大陆的人多半没当过兵。大陆人太多了，如果每个人都当兵，国家都养不了。这个是当兵训练中心最后一项这个训练，震撼教育，就是说从立正、稍息、起不咒等等哈、啊，乃至于到这个操枪啊，打。这个射击啊等等，这啊乃至于打拳啊什么的啊匍匐前进啊，那这些都训练完了以后，最后就是总训练了、啊，总测验就震撼教育。那有一溜很长很宽阔的一个平地啊，然后上面布满了这个铁丝网啊，还有那些什么，那个圆的那个像涵洞的那个管子啊，哦，然后还有一些木头啊，然后木头上面就叫你跳过去啊，然后那涵洞叫你爬进去啊，然后铁丝网你要爬着匍匐前进过去，就是最后这个是最恐怖的，就是上面你要从铁丝网哈、哦。一大片的铁丝网这样爬进去、爬过去，啊、哦，然后上面的机关枪扫射，哎，这叫震撼教育，啊，那么我就把它比喻作说，如果修行者修行到最后，就是魔的震撼教育，啊，就是考试，哎，看你能不能通过。所以你如果修行道力不够，那就被刷下来了。所以什么是魔呢？魔就是用这个相反的方向来护法，不让随随便便乱七八糟不守戒不持戒不好好修行的人也得到成就，或是也成佛开悟等等，对不对？也得定，那你快要得定的时候就让你出毛病，这就是模式。但是模式从这个方面来看，模式就是佛式，因为魔以这种方式来护佛法，这样懂吗？所以我这么一讲你就安心了吧，你若是心正的人你就不用害怕。那所以你如果心正的人，那么你不用害怕，但是偶尔也许由于那个过去往昔的业力的关系，或是一些恩怨的关系，或是偶然出现的运气不好，那么有一个恶鬼神忽然从你旁边走过，然后想要这个戏弄你这样子啊，也会有的。因为鬼神就众生嘛，众生然后这个想也有一些也想要会调皮嘛，啊、哦，然后会戏弄人，人也常常想要戏弄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更何况是鬼神，而且他有点通嘛，然后他心里面又有一点脸红啊，哎，看你说，哎，你也打坐，来，带我来抓你一耍这样的，好，所以这就是众生界就是这样子，所以。那如果你被扰乱的时候你心能不动，那你的功力就增加一层了，对不对？啊，
所以这一定要这个试炼的了啊。为平等一向，不以魔为器，不以佛为心，安知实际，自知于己免啊。若能如是，则邪不干正。这干就是饭的意思了，干啊，干饭。施食正照昭彰，纵有魔等来扰乱，正可借此魔事而作不思议观。啊，敌此魔境，当体具十戒百法，一切法去魔是去不过，以一梦法具一切事，一魔一切魔，一切魔一魔，非一非一切，等等等，这以下我们就略过，因为智者大师没讲这些东西，所以这讲的东西好像也不是很清楚啊，略去翻过去到214页，214页的第一行下面，如是则魔界无所舍，佛界无所取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于魔界无所舍，也就是说，魔来了，你因为你不怕他，你懂吗？因为你心正不怕他，所以你也不用把他赶走。啊，顺便讲嘛，譬如说，如果有人犯了鬼神病，那佛法来讲，如果是道家是赶鬼，对不对？那佛家就不是赶鬼了。佛家就是用法来利益他，然后度化他，这样子利益他，令他得利益，他就走了，是吧？就好像乞丐一样，你给他，他就走了嘛，啊、哦，所以你不用赶他，那你赶他呢，他就越反弹，然后就跟那等于是跟你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是不对的，佛法是慈悲法，所以不用赶，所以你对于魔呢，你也不惧怕他，为什么你就这样想？魔或鬼或神都是众生，以佛这种广大的这个心量以及智慧来观，他们都是众生，都是什么众生？都是欲界的众生。虽然是如果是天魔的话是欲界天，那其他的鬼神也都是我们欲界的鬼神呐、啊，所以跟我们是同一界的。所以跟我们不相上下，只是他的那个三度空间不太一样，这样子而已啊、哦。那他的色质跟我们不太一样，这样子而已啊、哦。所以也不用怕他，那不用怕他，也不用恨他，你知道？所以无所舍啊、哦。那如果佛界你所现出来的佛界你也无所取啊，因为不贪爱的关系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？这就是说你修不贪不嗔，你有贪的话就有所取，有嗔的话就有所舍，对，因为嗔恚的关系嘛。有佛无佛性相常住啊，所以不管这个世间有佛无佛，经里面讲说世间有佛无佛，正法常然啊，所以这个法性都是常在的，故佛法自当现前，魔境自然消灭矣。当知众生皆以取舍心厌，故为所恼。这一句话你画起来，这主要就是这句话。这句话讲得很好，众生为什么会被魔恼呢？就是因为心中自己有取舍心念，不能了生脱死，亦即所谓魔不恼人，人之恼也。若心中不取不舍，不心不厌，了达佛魔如佛如，即魔而了道，是为根本之法也。所以
我对于这个模式的看法是这样的，就是第一个，你要觉知，你要知道，而且觉知说魔也是众生，鬼神也是众生，第一点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怕，所以就不怕，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如果有种种的障难，了解这都是自己的业障所生，自己心中自己有缺点，有弱点，所以才会有模式，这样就好办了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没有什么可怕，都不是外在的东西，都是你自己内心有问题才会产生这些障碍啊。所以你如果了解都是自己内心所造成的，自己内心的缺点所造成的，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最好的方法就是忏悔，而忏悔不是说去拜佛了，这个还是其次，最主要还是心里面真正的起惭愧心，然后忏悔改过，这样。忏悔改过，你若愿意的话，再拜佛也可以。你不拜，因为你已经忏悔改过了，你不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，这就近而言。可是你如果那个忏悔改过的心啊，也就是悔愧改过的心生不起来的时候，那你就要拜佛，让你那个悔愧的心生起来。因为忏悔改过的心并不容易生，虽然你知道自己 有问题，自己知道自己业障重，但是那个真正 想要改过的心，你还是不容易生起来，常常还是不容易生起来，而且即使生起来乍生乍灭，很快就忘掉了，所以今天造，然后忏悔了，拜了100拜500拜，然后拜完了以后觉得就轻松了，轻松了，然后又忘掉了，忘掉又再造了，再造然后又被骂，然后再忏，就这样，那就是没有真正的下大决心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我昨天在前天呢在观点法会所说的，没有志气，所以修行就是要志气，你真正有志气，这一切事情就渐渐的改善，没有志气就一再的反复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什么？大声一点，一再的出现，那就是无惭无愧，没错，那就是轮回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轮转，因为一再的出现嘛，好，往下看，复次若见魔镜，不屑不须生忧，啊，所以魔镜不屑，不要生忧啊，这个只要惭愧就好，你不用忧，但是惭愧，改过。你忧没有用嘛，对不对？若戒灭懈，亦勿生喜啊。那如果那个魔镜消灭了，你也不要很高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一很高兴，他又回来了，他又马上回来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心动了，所以你有忧喜，这个就是你，这就是生出现模式的根本原因。所以这个模式升起的原因是什么？情动、心动啊，才会有模式。未曾有人坐禅，见魔化作虎狼来吃人，亦未曾见魔化作男女来为夫妇啊。当其幻化，愚人不了，心生惊怖，即起贪着，因是心乱，失定发狂，自治其幻，皆是行人无自受幻，非魔所为。哇，这真是可怜啊！你看看，这智者大师说，
其实从来没有说有人坐禅看到魔化作真正有虎狼来吃人的啦，啊，他化作老虎要来吃你，或是化作狼来吃你，但真正那个狼是真狼跟虎是真正的，啊，没有这样的事，也没有看过说魔化作男女，哎，来跟你做夫妇这样的。当其幻化这个的时候呢，愚人不了就心生惊怖或是贪着，因此就心乱而失定发狂，发狂啊，自治其患啊，这个毛病都是自己找的，自治就是治就是得的意思了啊，自己得到那个患的，皆是行人无智所受患啊，非魔所为。若诸魔，所以你把可以把这句画起来，皆是行人无智受患，非魔所为啊。若诸魔尽扰乱行人，或今年月不去，但当端心正念坚固，不惜生命，莫怀忧惧啊。如果经过整年呢、啊，或好几个月都不去啊。啊，这个魔都不走，就应该要端心正念坚固，不惜你的生命，努力还是继续努力修行啊，不要怀着忧虑恐惧，当诵大圣方等诸经治魔咒啊，这个治魔咒就是这个佛所说的这个令魔事能够消灭的。默念诵之，存念三宝。若出禅定，亦当诵咒自防。所以，你把这个诵咒圈起来啊。不过那个咒啊，最好是要有师承才好啊，不要自己这个乱找乱念这样的啊。尤其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方便呢、啊，然后你就到处去找。什么时候什么都可以破魔啊降魔啊，然后就乱念一气，就你乱念一气魔看你也没有传承，然后自己乱念反而是招他来了，就他本来跟你因为你修行也不太好，还没有上轨道，然后他也不用来挠你啊，对。他要挠你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修行了有一点点味道了，有一点点气候了，他才会来挠你。你根本就还没开始，也没有上轨道，然后你就拼命的送这个破魔咒，哎，就把他老人家给气了就来了。所以这等于是什么？等于是说，你还没生病，你还没感冒，那你怕感冒，所以先吃一些感冒药，防止感冒。有会这样子的吗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结果把这个胃也吃坏了，这个肝也吃坏了，是。惭愧，忏悔，惭愧，即送。你看，忏悔、惭愧，把那个忏悔圈起来，所以诵咒、忏悔啊，这两个是最重要的啦啊。那要有事的时候才诵咒，你已经修的差不多了，或是准备要这个修大恨的时候才诵。你不要，还没开始修就这边诵那个破魔咒啊，这样不好啊。这个。忏悔、惭愧及诵波罗提木叉啊，波罗提木叉就是戒经了啊。邪不干正，久久自灭；魔事众多，说不可尽。善须视之啊。啊，那至于诵咒哈、啊，就是说你稍微修行有一点点上轨道了。然后，当然在之前你就要先学了
啊，有一些咒是很好的啊，像这个大佛顶咒啊，就楞严咒啊，还有佛顶尊胜咒、大轮金刚咒、慧极金刚咒、准提神咒啊、五大明王咒、宝伽印陀罗尼，这些都是防身、都是防魔的啊。啊，但是你要先求得这个正法传承啊，不要到网上山，然后就抓了就乱念一气这样的，结果咒也没学好，那魔也破不了，结果还犯了这个三昧业界，那你说不是更糟糕吗？对，所以好，这个顺便谈到嘛，关于这个密法哈，这个我最近常常听到有人来跟我攀亲搭戚啊，说他也是唐密的这个修行者。那我曾经讲过，所谓的唐密现在是没有的啦啊，如果有的话是1200年前1000多年前那个时候唐密是有的啊，但是现在只有剩下的慧极金刚咒跟准提咒这两个啊，慧极金刚法跟准提法，但是也都是很简单的啊，所以除此以外也没有什么唐密啊，所以哈、不要被骗啊，说也不要自称说我是修唐密的，不要讲得这么大啊，因为他只有你很幸运，你这两个法求得一个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啊，那所以也没有什么整体的唐密啊，然后现在有很多这种古古怪怪的密啊，乃至于说有自称古梵密啊，古梵密听过没有？台湾有一个地方就自称他自称他甚至是古梵密啊，然后还有人自称什么华严密啊，这都没有这种东西了。那你如果说可以说华严密的话，那我也可以说法华密，可不可以？那我如果修波若话，我也波若密，对不对？啊、那净土的话，净土密也可以吧？所以那个都不，这都自创的，这样不好。这个法不能自创。法一定是佛佛相传，师师相授。这样才不只是密教，显教也是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不能自己自创，自创犯了什么，你就你没有传承嘛，对？那是谁教你？那每个人都可以自创法，那到底那个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这主要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，如果你跟任何人学，尤其是密法啊。如果他讲不出他师父是谁，他师父的师父是谁，那往上推到底是谁，推不出来讲不出来的那个就是不是真的东西啊。那甚至有一宗他说他是藏密，可是又不是藏密，然后他又自己创了一个宗，然后他说从毗卢遮那佛传到他是只有五代，那你说可不可能嘛？只有五世，这是不可能的事嘛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有一点点智慧啊，要有一点点聪明，不要看到说法然后就很高兴，不是所有的法不分辨就可以学的。所以这个七觉知里面有一个择法觉知，知道吧？择法觉知啊，这个法你要抉择的啦啊，而且依那个觉来择法，所以称为择法觉啊。那所以不要横七竖八的就乱学一气这样的啊，你乱学不如不学啊，因为不学还没什么问题，乱学会出毛病。好，所以
如果要这个破魔啊，第一个就是自己持心不动啊，觉知持心不动，第二个忏悔惭愧啊，悔愧改过啊，第三个最后才是诵咒啊。你不要，你自己也不悔愧改过，结果拼命的诵咒，你看会不会有用？就像你自己啊，是不是你自己毛病不去掉，然后拼命的诵咒，这样子，这样不是根本，知道吧？啊，因为真正的毛病是出在自己，自己自心有过，所以佛这个魔才有机可乘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要先自己改过，这才是对的啊。那尤其是第一个，这个自心不贪爱执取，然后第二个一定要持戒清净啊，守戒清净，哎，不要犯大过错，这样的。还有一个啊，除了守戒清净以外，这个身也要清净，你的身跟环境也要弄清净，哎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环境没有弄干净啊，是藏污纳垢，藏污纳垢，脏东西就喜欢附在这上面。啊，有形的跟无形的都一样，所以这个佛在讲这个就闭关修行啊，就是修不阿那阿兰若行，乃至于密教里面在修这个真言行的时候，都第一个要选择地方，选择地方要什么？第一个要干净的地方，干净整洁，然后最好是这个向阳啊。哦，就阳光啊，啊，阳光充足，空气新鲜，然后没有种，没有不是那种蛮荒的地方啊，那没有很多的恶虫、恶兽、昆虫啊，这个毒虫等等这些东西，哎，所以这些东西如果没有，然后也不是草木杂生这样子，那都是藏污纳垢，那么。这个恶众生在那个藏污纳垢的地方，恶鬼神也是喜欢在污垢的地方，那干净的地方他就是不喜欢，你知道吧？干净的地方就是善众生跟善鬼神喜欢去啊，所以你常地方弄得很干净，然后烧好香的护法跟善鬼神就都会来。那还有呢，哎，修行的时候身体要干净，天天要洗澡、刷牙、漱口。